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吞噬星空》，作者我吃西红柿，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出品。第982章，虚空真神使小星宇宙之境仅仅10亿光年，这也是不太可能的，一般不会低得如此离谱。较弱的虚空真神，小星宇宙直径在20亿光年左右，强起来则在30亿光年左右，精英能达到40亿光年左右，绝世天才则能达到50亿光年左右，总之越往上越难。9万倍基因神力路线天才，三代祖师，总之虚空真神就100亿光年直径的小星宇宙，这就是远古文明中的传说。紫月的小星宇宙不大，比冬季的还要小一些，若是我成虚空真神，借助机械流宝物，借助众多秘术，完全能够爆发出永恒真神战力，或许便能毁掉那紫月圣地宇宙。罗峰默默记下。当罗峰脸色难看，强忍怒火时，老师，罗峰，火琼红都看着罗峰，有些担心，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没事，罗峰道，我们回去继续守那界兽，不去紫月圣地了吗？火琼惊讶，不去了。罗峰摇头，直接走到一旁盘坐下来，不再言语。这让火琼红相视一眼，不由有了猜测，而且很快他们俩就从那混沌城主那里也知道这消息。顿时火琼红也是大怒，这也太欺负人了，之前承诺的转眼就翻脸，做得如此无耻，看来那紫月始祖对人类，对罗峰根本没有一丝缓解仇恨想法。既然如此，那便为死敌吧。时间流逝，这一次出乎各大势力所料，那界兽在吞吃了紫月圣地小星宇宙本源之后，竟然仅仅消失了不到一个月，又在宇宙海出现了，这次又去吞吃了恒星魔神小星宇宙本源。吞吃一次消失半年，再吞吃一次再消失半年，接收又开始了，这让宇宙海各族为之担忧惊惧，这么下去怕是不少小星宇宙会崩溃的。紫月圣地事件过后第三年，海牙真主的小星宇宙外的虚空中，一艘银白色舰船正悬浮那里，舰船内便是罗峰的金角巨兽分身。说是金角巨兽分身，罗峰却已经变成人类形态，或许对一般宇宙之主而言，大小形态都对势力有影响，可在神力路线上达到89999倍生命基因的罗峰，却轻易改变生命结构，令自己达到最需要形态，且能发挥最完美实力。银河领主，银河领主，界兽出现在我的小星宇宙外了，一道讯息传来，金角罗峰一怔，紧跟着露出喜色。海牙真主讯息，银河，界兽出现海牙真主小星宇宙外。顿时神眼真主等好些真神都传来消息，等了这么久，我就说嘛，只要谁都不知道我的行踪，我悄然隐匿，只要这界兽吞吃小星宇宙，终有一次会被我碰到。金角罗峰无比兴奋，只可惜不是碰到我另外一路。罗峰此次有两路队伍，一路是幽海分身、磨砂族分身，加上失无羽翼、巫启神、星辰塔、虚影刀等一系列强大宝物，一路是金角巨兽分身单独行动，虽然也配备了一些机械流宝物，可是论实力发挥自然是不如另外一路。即使如此，我的金角巨兽分身加上机械流宝物也远超神眼真主、绝和真神他们。金角罗峰颇为自信，我这金角分身战力也远比他们任何一个要强，论实力自然是另外一路更加强大，完全凌驾于其他气味。至于金角巨兽分身和其他气味比稍微强一些，优势并不明显。当然罗峰上亿万纪元的参悟修炼，即便是金角巨兽分身也是无比难缠。或许此次我便能斩杀那界兽，罗峰微笑着。嗖的一下，这一艘银色舰船当即瞬移过去，同时罗峰给海牙真主传讯，海牙，我到了。到了，
哈牙真主错愕，他可是刚刚传出求救讯息，随即大喜，银河领主能先到，至少那界兽就少吞吃了。这是界兽所在坐标，海牙真主立刻将坐标发过去。海牙真主小心宇宙外虚空中，虚空中混沌气流弥漫，在无尽混沌气流中有着一处弥漫着黑色雾气，黑色雾气中央正站着一高大身影，界兽摩罗萨。界兽摩罗萨的尾巴甩动着，惬意吞吃着，一道道曲折光线则延伸渗透进虚空中。界兽摩罗萨无比惬意，他觉得整个宇宙海都是他的玩物。嗡的一下，周围空间忽然凝结，空间封锁这么快？接受摩罗萨一惊，按照他的经验，他吞吃小型宇宙时，或许小型宇宙主人真神会驾驭宫殿之枪之宝过去骚扰，但是不会空间封锁，因为那些真神巴不得接受赶紧走呢，怎么会空间封锁？只有像九头魔主等最顶尖真神到来，或许一大群真神到才敢这么干。哗的一下，一艘银白色舰船到来，舱门开启，一道穿着金色铠甲男子漫步而出。宇宙之主，界兽摩罗萨一看顿时错愕。界兽摩罗萨并非是没有见过宇宙之主，很多真神都会派遣麾下没有灵魂的一些宇宙之主的分身前去探查，可并没有谁施展空间封锁，而且没有谁的气息如此可怕强烈。你是？接受摩罗萨盯着远处踏着虚空走来的金色铠甲男子。人类银河领主罗峰。是。罗峰收了舰船，仔细看着接受摩罗萨。听说你是整个宇宙海第一强者，一个宇宙之主竟称为第一强者。接受摩罗萨盯着罗峰嘿嘿冷笑，看来你们宇宙海其他真神太弱了，竟让你一个宇宙之主成为第一强者。话是这么说，可接受摩罗萨却已然停止了吞噬本源，并且那些曲折光线也开始旋绕在接受摩罗萨身体周围。显然接受摩罗萨心中是非常小心警惕的，毕竟人的名树的影，他岂敢小瞧眼前的人类啊。交手不就知道了。罗峰神体已然施展出断灭，轰轰轰，前三卷境界施展，令他燃烧后的神力气息格外强大，比之真神燃烧神力气息还要强大。因为真神们一般仅仅只有一重神力秘术，极少数才有两重神力秘术。哗哗，罗峰全身金色铠甲，右手一挥，顿时凭空出现一条泛着一层层碧光锁链，这巨大锁链一圈圈缠绕罗峰身体。小小的宇宙之主，界兽嗤笑着，血色双眸却是谨慎盯着罗峰，二者遥遥相对，都在观察对方。忽然界兽猛地张大嘴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可一无声尖叫却是响彻罗峰灵魂。论意志，罗峰比九头魔神还要强，论能量，三重燃烧下罗峰冠绝宇宙海，论秘术，罗峰更是由晋国段东河这两脉传承。这所谓的灵魂冲击对罗峰而言就犹如清风拂面，根本是不屑一顾的。去，罗峰不受丝毫影响，猛地抽出环绕他身上的巨大锁链，哗啦一下，宛如一条巨大大蛇的锁链猛然腾空飞出，锁链曲折飞过长空，并且周围空间瞬间飘起无尽雪花，白雪飘飘笼罩周围时光年，并且连时空都遭到强大禁锢。罗峰在这一瞬间已然施展了两大宝物，一是锁链，这锁链乃是机械流攻击宝物碧烟锁链，二是领域机械流宝物名为雪花世界，兼有领域和掌控时空效果，已然有金色国度的威能，还稍微强一些。罗峰上万亿纪元自然从禁制世界内弄出不少宝物来，这次自然也是准备就绪，虽然不如另外一路准备充沛，可金角罗峰这一路宝物之多也是足以让神眼真主他们一个个仰视的。雪花世界降临，仿佛离开了混沌虚空，进入一片白雪世界，白雪飘飘，那界兽摩罗萨站在那里，周围却是腾绕着黑色雾气，他身体周围还环绕着一条条密密麻麻黑色丝线，
一条巨大锁链划过长空。忽然那一飞过长空的锁链一瞬间仿佛化为巨大的水流，一条无比粗大水流横空，这条水流所过之处空间一寸寸泛绿，周围更开始出现株株绿草。巨大水流直接抽打在接受摩罗萨身上，啪的一下，快到极致，看似柔软的一个抽打却是猛到不可思议地步。锁链所化的巨大水流抽打而下，直接将整个接受摩罗萨一下抽打的啪的一声直接凹陷下去，头颅都凹陷下去，仿佛变成一块金元宝似的。啪啪啪，那巨大水柱疯狂的一次次抽打化为残影。罗峰遥遥盯着，神力燃烧到极致，催发机械流宝物上的秘文，施展出他所创的秘法水木之牙。这一招就中在一个生生不息上，只见那水柱一次次抽打，周围雪花世界却是出现一颗颗绿草，无尽生机不断弥漫着，压制着那接受摩罗萨，且疯狂的抽打也令接受摩罗萨变成烂饼，可就是没有碎。一声愤怒怒吼，接受摩罗萨愤怒无比，竟然一瞬间就被打得压制住了。在这一次次闭烟锁链抽打中，他力量也不断损耗。去！接受摩罗萨怒而看向远处罗峰，哗哗哗，环绕接受摩罗萨周围的一条条黑色丝线进阶迅速朝远处的罗峰笼罩过去。黑色丝线飞行速度极快，根本不受宇宙海速度极限限制，瞬间便到罗峰周围，重重将罗峰包围，将罗峰给包成一黑雾丝茧。残茧内罗峰被完全封闭其中，且这残茧可大可小，完全贴身，正要开始吞吃罗峰神力。速度果然快呀！罗峰微微点头，一旦施展瞬间便环绕，当初的火虫真主便是无法避让，这招躲都没法躲。罗峰神体迅速变小，黑雾残茧也跟着迅速变小。大大大！罗峰极限燃烧下的神力疯狂抵抗着旁边黑雾丝茧，即便是接受摩罗萨要吞吃如此暴烈燃烧的神力也难得很。在罗峰变大下瞬间，黑雾残茧就达到1亿公里高，接受摩罗萨遥遥操控着，却感觉无法吞吃到多少神力，不由大急，见瞬间达到1亿公里高更是知道不妙。他要硬闯出来，我就不信我的实力比当初强多了，想要出来。破破破！随着被困在黑雾残茧中罗峰怒喝，先是高空中那条巨大锁链瞬间从柔软变得笔直，就仿佛一条长枪，哗的一下，耀眼锁链长枪直接划归到刺眼白光所过之处，空间没碎却出现一圈圈奇异的螺旋形波纹。同一刻，在黑雾残茧内的罗峰也同样一爪挥出，爪如刀却悄无声息，所过之处空间一寸寸崩裂。一外一内，锁链长枪在外，利爪在内，进阶都是机械流宝物。轰轰，内外轰出，黑雾残茧猛地一颤，出现一条微小裂缝，可紧跟着迅速弥合，罗峰依旧被困在里面，竟然没逃出去。罗峰露出惊讶之色，不至于吧，一内一外两大机械流宝物同时施展，以我燃烧的神力施展完全能破开才对呀，看来还是得多消耗点神力了。黑雾残茧这一招宇宙海众多强者们早就明白，单靠兵器攻击很难破开，但是罗峰估计应该能做到，比如刚才自己已经弄出了很小一裂缝，说明自己攻击还差一些。一般的破开方法就是用神力去和界数力量进行对耗，杀敌1000自损1000，如此对耗大量消耗黑雾残茧能量，令界数供应不及，自然防御弱乃至崩溃掉。想要出来，接受摩罗萨见罗峰没出来顿时得意笑起来，可紧跟着笑容便凝固了。轰的一下，那高1亿公里的巨大黑雾残茧中困着的罗峰燃烧着神力，未曾经过机械流宝物转化便直接疯狂朝四周猛然倾泻，这一倾泻澎湃就仿佛水火碰撞，吃吃吃，黑雾残茧蕴含的能量也在疯狂被湮灭，彼此疯狂对耗。给我破！罗峰双手伸出犹如利爪，双爪一伸出隐约兽吼响起，
两条异兽盘旋双手上，直接抓住前方黑雾残茧，猛地朝两边撕裂。哗的一下，黑雾残茧本就和罗峰的神力疯狂对耗，保持上亿公里高度。如此大小的残茧和神力对耗，耗费能量何等夸张，即便是界兽摩罗萨都为之变色。残茧消耗太大，束缚自然变弱，罗峰轻而易举，双手一撕，虽施展秘法，却显得用牛刀杀鸡了。此刻根本没必要如此。双手撕裂黑雾残茧，罗峰踏着虚空而出。界兽，你就这点手段吗？罗峰瞬间化作流光，直接扑向远处界兽。界兽摩罗萨脸色变了，他毕竟还不是最终王者，且界兽成为王者之后，最大作用是孕育，孕育出大量超级战士。界兽本身其实是很少战斗的，这就导致界兽战斗方面较弱，生存方面则极强。我的实力已经提升了，他竟然这么容易就冲出来，他一个宇宙之主，神力竟然这么多，那刚才一瞬间对耗掉的神力，完全比得上数十万公里高的真神吧。界兽摩罗萨当即决定逃跑，看来我实力还不够啊，我得吞吃更多小型宇宙，更加强大。走！界兽摩罗萨一声嘶吼，全身浮现出一层黑色为边、金色为骨的图纹，足足99大图纹。随即轰的一声，他身体炸裂，化作99道流光，直接朝四面八方逃逸。罗峰看了皱眉，才一交手，觉得不是对手就立刻逃了，这也太胆小了吧。宇宙锁链，罗峰直接喝道，哗的一下，原本悬在高空中的粗大锁链迅速旋转起来，竟然开始分解成一条条纤细的长链，足足上万条长链分解开，不过其中一端全都是连在一起，哗哗哗，上万条细长锁链飞舞长空，宛如上万条大蛇，猛然朝四面八方迅速延伸笼罩开去，就仿佛雨伞忽然撑开，一瞬间仿佛整个宇宙笼罩下来。分解身体逃跑又岂能比得上机械流宝物飞行速度啊？界兽摩罗萨99分身尽皆感觉一切暗下来，已然进入了无尽锁链构成的微型宇宙中。砰砰砰，顿时一个个分身接连狠狠撞在锁链宇宙魔壁上。这微型宇宙的魔壁乃是一层层锁链纠缠而成，这一撞击甚至发出金属撞击声，99道身影顿时消散了98道，汇聚成了那金色界兽摩罗萨。摩罗萨环顾周围，周围遥远处乃是锁链形成的微型宇宙，根本无处逃出。听众朋友，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